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要是分手第二天，你发现男友中了500万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回头求他和好吗？网上有段街头采访视频，让我们来看看美女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吧。第一个女生说，不会找他和好了，都已经分手了，分道扬镳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而且男人有钱会变坏，谁知道他拿了500万会怎样？会肆意挥霍还是合理使用？第二个女生说，已经分手了，那他再中500万也不管他的事了，不会去挽留，去挽留的话，男生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为了他的钱。第三个女生说，不会挽留他，爱情与500万无关，两人真正适合才能长远在一起，花完了500万又怎样？可能还是会因为性格不合等问题再次分手，两人不合适就是不合适，500万又无法维系两人的感情。